师父，为什么偏偏是我儿子丢呢？哥，我叫雷泽宽，听说你儿子是抱回来的，能让我见见吗？哎，你叫曾帅，不过你也知道这不是我的真名。他死了，我要批本哥。 我只记得我被拐的时候4岁，现在想应该是人贩子，路上掐我。要过的都是我去过的地方。你去过这么多地方啊？我在十三亿的人口中找我的儿子，就像大海捞针。就让我带孩子做亲子鉴定吧！大爷，大爷，别就让我带孩子！你肯定给我带孩子！不管他在哪儿。 我都希望他知道他爸爸在找他。不知道，我父母会不会也是这么找我的？别说自己是妻儿，我明明就是。你知道那个不是你妈妈？裴德宽，你知不知道这对我有多残酷？绝望的时候，我总会想，毕竟有小孩还是找到。 我找了15年，你找了几天而已，对吧？你是不是在欢迎我吗？